Hello， 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咧又请咗，哇、wow， ，我嘅门徒啊，就系、是、HK 同埋妈妈喺我哋嘅中间啊，仲有啊 Eben 咧就同我一齐，客气，受训嘅，系，就知道你哋。好不容易、啊、在 疫情中这个行程一改再改去了一趟美国参加 HK 阿女的婚礼是不是啊是啊是啊哇真的、嗯、我知道呢这一趟行程呢对敏敏来说呢真是一个对 HK 彻底洗底洗底即是你过去的底不是那么好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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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身就覺得啊，呢啲嘢唔係咁，呢啲嘢唔係咁，呢啲嘢唔係咁，樣樣都唔順眼，就搞到老婆咧一日就會好唔開心咯。係啊，但我多謝你今次喺美國誒，即係俾我睇到，令到老婆開心先至係生活嘅目的咯。嗯，冇錯。係啊，呢個好重要。事實上，佢係樣嘢都係好想令我開心嘅，而我咧就。好似唔喺我嘅思維裏邊咯，呢啲係咪即係叫做大男人咧？我覺得我要承認，我原來係咁樣。你話咧，係唔係啊？都係嘅，有好多嘢係潛移默化，成日都會咁諗嘅。咁但係我好好奇啊，即係其實敏敏不嬲都係對你好嘅，其實呢個都係一路你哋相處啦。有冇呢個 trip 裏面咧，你覺得最深刻就係、是、啊？點解突然間覺得啊？呢個老婆今次咧對我嚟講嗰個幫助啦？同埋嗰個愛咧好大咧，令到你可以完全洗底咧。OK， 有啲嘢真係佢先做得到，我做唔到啦。譬如喺嗰日婚禮，黃昏舉行嘅晏晝嘅時候咧，佢就約咗即係我嘅前妻，同佢喺附近行山傾咗一個鐘頭喎。即係呢啲閒話家常咧，我又覺得即係我做唔到嘅嘢，佢真係幫我做得到。哇，好犀利啊！敏敏，你何來咁大勇氣？我覺得好感動嘅，即我回想，如果唔係擠十幾年喺新棉樹下咧，其實我一定唔會咁做咯。係啊，因為上次去美國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艱難啊，係啦。咁但係今次去之前，我覺得就因為一直同老公嘅關係得著幫助，牧師師母有好多加油，族長們咧有好多見到我哋有打氣，關心我哋。咁我覺得最大嘅改變就係我開始去睇重關係。咁我真係由之前就係努力咁去實踐咧，就係你嘅屋企人等於我嘅屋企人。但係今次咧，唔止係一個腦裏邊咯，而個心裏邊都會覺得呢一批真係我嘅屋企人咯。咁因為當我個心裏邊真係咁樣去到行每一步嘅時候咧，對方真係感覺到咯。哇！係啊，同屋企人都。都還可以理解，但是佢呢係同佢前妻，哇！呢、這個就唔簡單喎。係啊，係啊。咁仲有咧，喺阿女個婚禮裏邊咧，佢啊即係特別拍咗啲花絮啊，啲短片。咁後來咧就剪咗條片出嚟啦。我睇真係，即係如果唔係有咁嘅關係咧，其實就唔會有咁嘅角度影到嗰種愛嘅氛圍出嚟咯。所以我又好感激。即係佢就啱學剪片嘅啫，但係咧剪咗條片出嚟，即係令我好詬異咁美好咯。係啊，即係好多謝老婆嚟㗎。即係 B 型呢啲 B 型散發出嚟，隨便釋放出嚟咧，係嘛？就有咁美好嘅果效。係咪敏敏其實喺即係咁多年嘅關係裏面，越嚟越感受到咧何老師對你嘅愛啦，同埋嗰種嘅接納咧，令到你今次好勇敢，能夠發揮你呢份。在他的家庭裏面都能夠做到這個關係，這個愛出來。是的，其實我覺得能夠見到老公改變，我相信是每一個太太最開心最感動的事，也都是因為太太的全部是老公嘛，即是他是我的全部嘛，那其實我會很知道什麼叫他的心呢是得滿足的，是的，那我也都這樣引導他，讓他明白怎樣讓我的心得滿足，那我知道呢在他心裡面其實真的很對子女的愛
係好想去表達，好想去到有一個更甜蜜嘅關係。咁我就覺得神讓我可以透過拍片啦，同埋咁樣去傳遞呢啲嘅片咧，讓仔女咧好感覺到能夠打破語言嘅限制咯。咁唔止係幫阿女拍咗條片喎，因為我確診啊嘛，臨上機之前先知道。但我確診嘅日子係6月11號喎。係啊，咁之後我哋就神美好心意。係啊，跟住我哋就留咗喺美國，跟住我就同老公講，我話老公其實神俾你補翻咁多年冇一齊過嘅父親節啊。哇！係啊，咁我覺得我又好開心嘅，因為啲仔女咧好關心我，佢哋晚晚就同我開家庭會議。開成三四個鐘㗎，好認真㗎。真定假？真㗎，開咗6日左右啦，我哋。因為要揾我點樣可以翻到香港啦，入境處啊、衛生處嘅條例啦，我幾時可以買機票啦？跟住我啲隔離酒店係點啦？我幾時再去做 test 啦？可以確保我翻到香港啦？佢哋係不斷咁幫我揾資料。哇！係啊，即係無論阿仔阿女都係，阿新抱都係㗎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又幫我哋揾啲社區嘅檢疫中心咯，嚇，即係又比較啲。即係唔同嘅檢測啊、費用啊、時間啊，即係安排到我哋去得到。咁啊，新抱就車我哋去啦。哇！係啊。咁呢一個愛真係係經得起考驗喎。係啊。即係唔係話啊？咁啊，即係呢啲咁嘅嘢，你自己搞掂翻啦，嚇。而係佢哋真係會每一個細節都為你哋去揾清楚啲資料，再 make sure 你哋可以。咁我真係好好喎！係啊，我就發覺我著比較容易綠色嘅，會因為譬如以前如果佢咁樣有病咧，我都會有啲嫌棄，有啲咁樣嘅態度出嚟。但係咧，我見到我個仔同埋新抱咧係好擁抱，就叫我哋留喺佢哋屋企，就同佢哋一齊住，每晚一齊食飯，食完飯一齊傾偈，一齊即係玩 board games 啊咁樣咯。咁阿女好好喎，初初大家一齊傾，究竟要唔要即係留喺阿仔屋企度住啊嘛，定係要俾翻啲空間佢？阿女就提出，不如幫我哋揾酒店啊，各方面或者係可以上去三藩市屋企度啊。佢哋咁啱去咗蜜月，咁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喺度諗，啊，我去即係勇敢提出啦，我覺得係真實咁提出話，不如你將呢啲嘅錢咧變成一啲可以請我哋一起吃飯的一些的費用，是的，父親節的晚餐，是的，所以就讓到整個的父親節是有溫度。Wow. 我覺得真的在這裡學了一個家庭的溫暖，以至可以帶著仔女去到為爸爸慶祝父親節。哇、wow. 這個真是我很多年都不敢再想像、wow. 有一天可以跟他們一起過父親節。哇、wow. 完全是因為有這個太太，事情就變得精彩了。我看到特別就係即係常人嚟睇，突然間確診上唔到機，應該會覺得哇，點解會咁？好沮喪。神美好嘅心意就係讓你透過呢件事咧，同啲仔女嘅連結，同埋更加感受到佢哋對你哋嗰個愛，同埋一家人一齊。咁我覺得呢個真係你點樣計劃都計劃唔到。係啊，神真係最精彩。係啦，去到機場嘅時候先發覺原來。我哋坐飛機去台灣咧，淨係做 RAT 呢個快速測試咧，係上唔到機嘅。呢個真係個晴天霹靂嚟嘅，即係搞咗咁耐都以為可以上機啦，就因為要去台灣轉機咧，佢所做嘅測試咧又唔合格啦。咁啊，要喺機場附近快啲揾一個中心咧嚟到做測試咯。呢一下我先真正出到，即係為太太，我豪俾你。為太太即係使得起啊，係啦，就佢要求即係因為時間太緊張啦，不如坐的士啦。我就知道條路程唔遠嘅，不過佢話要坐的士，因為佢好緊張。我就話好，我哋去坐的士。真係轉個彎就到㗎啦。個的士司機話你問下人啦，其實轉個彎就到。但我又覺得要讓太太安心啦，喺最短嘅時間裏邊做好咗呢個測試啦。係啦，咁雖然個的士費都貴，但我覺得我能夠為老婆咁樣嚟到付出，就豪俾你，同埋啲錢都係神嘅，神你要我點使我就點使啦。哇！敏敏，你經過呢一次，你覺得點啊？其實我好感動嘅，因為咧喺個旅程入邊咧，我哋會因為啲行李嘅重量啦，我就會成日計算啲重量要買啲乜唔買啲乜嘢啦，咁佢就買咗一份。大大地又重重地嘅嘢翻嚟啦，咁跟住咧佢又見我好憂慮喎，咁嘅最後因為呢一樣嘢咧，我哋又試過
嗌咗場交嘅話，我哋又有好多深入嘅溝通。咁但係咧，去到最後啦，一轉咁樣嘅的士，其實真係好貴。我心裏邊咧，第一就係覺得啊，老公好愛我，唉，佢咁貴都唔同我計，唉，算啦，我都唔同你計嗰嚿嘢啦。咁我覺得咧就係讓我哋咧以前就係彼此計較嘅婚姻咧，可以真係去到一個彼此承托同埋彼此不計較。哦，哇！真係計牧師講完嚇呢一個蝦得起嚇呢一個去做呢個蝦得起嘅榜樣。今日咧聽到你兩位咁樣分享咧，而家 HK 可以叫做豪得起，係犀利，豪得起嘅老公，敏敏你不一樣啦，係被愛㗎嚇，你係真係被老公真愛啊！今一次你贏曬啦，咁謝你啊！耶，你啲掌聲佢哋。